刘笑颜。软件，刘笑颜。因为我那天晚上先认识了软件，再认识了点点。我应该是鸡腿吧，因为刚入学，在宿舍碰见。朱彦奇，我也是朱彦奇。张子正。哇。科大的奇功。对，王彦昭。王彦昭吧。杨世博。杨世博。新生这边，孙泽普。里面我应该是同学好，对吧？我们俩偏一组的，忘了。哦。冯硕，真的吗？应该是冯硕吧？偏一个底子。哦，有道理。林舒雅，有王子怡。面试是，那就是。我在面试的时候遇到董俊阳和高胜男。港大面试就认识了张校园。是张校园吧？也是我高中同班。以为他会面试的时候挂掉，结果一说，我的妈呀，吓死了！张考跟杨院跟我一起面试的，我认识是杨志坚，我们是科大面试同一场，然后我来科大第一天，在那个 How To 旁边那个电梯，就两个人在电梯里碰到了，然后互相瞪着对方看了两眼，我确认你也来了，确认过眼，对。然后我一句话都听不懂，但我刚从台湾来，所以还不能适应太多口音。东北口音，东北口音，他跟我讲了，这一句话他要跟我讲三遍。啊！完了，这个不要剪进去了。我要会霍尔加了。霍尔加当时印象不是，当时我妈说，哎，这小姑娘挺漂亮的。我一看，我说，哎，啊，我要当时戴了一个没有框的眼镜，另外还巨厚。然后我因为打球嘛，一看就是个打球打不错，当然天气越来越惨。第二是陈湘子，新生见面会的时候，我其实应该是那个新生那个什么篮球赛那个，在陈湘子那个泡面桶，对，陈湘子那个发，本来脸就长，还想弄个泡面桶，他那个脸就显得特别长，三比一的脸。当时欧阳慧跟陈湘子。正副队长没错，心里在瞎指挥，我打好好的把我换下去，然后挤上。这个我觉得你们可以讲一下，是陈岩。social 啊，大家有一点，我一点不 social。那个科大有一个 QQ 群啊，有一天就是大家都不宿舍，结果在里面说啊，谁跟到哪里来，然后就是陈岩就说他住号二的宿舍，哎，我说我也住号二的宿舍。所以我来学校的第一件事 check in 之后就是敲宿舍门。哇，美丽的邂逅。披上小花花。电话最小是95。好玩吗？经历了从成年不是未成年变成年过程的人，对，我们都是成年再过来的。何苗，何苗，何苗，何苗和何洋洋，洋洋变帅了，啊，阿里变得越来越会说话，商业湖水，开始商业湖水，越来越高了，帅放屁，刘宗元发际线越来越高，放屁，为什么那么好？谁头发长眉毛上啊？那是因为我之前把头发放下来，我现在头发放进来，我也能到这儿。是我觉得赵露晨变化也很大。我也觉得赵露晨变化很大。会化妆了。就是所有女生都从戴眼镜，然后变成不戴眼镜。对，瞬间，一瞬间大家都不戴眼镜。对，还有所有女生素颜开始变得每天开始化妆。可能有一个很破绽，哦，对，超级破绽。那我们以前就是
别人说话了，看现在跟我们录视频吧。同学好，同学好，同学好。王慧，王慧，王慧变胖了，好不好？我还想说，何喵虽然外貌变化了，可是他的状态是没有变，就让我非常伤心。我每天变三次，好。哎，模样模样，来，模样先说吧，说重点来。三送，哎，哪三送啊？咖喱鸡、猪扒、番茄炒蛋。只有两送饭，可以吃到很多青菜。啊 ，LG 7 0 三送，吃过一次，吃出过一次，吃过一次，吃出过一次。哈哈。Omelette 吧，我觉得对，我们应该是 Omelette 啊。沙爹肥牛唐生菜。春大鱼鱼一碗。咖喱饭。那个是因为押韵嘛，就是那个豆腐火柴饭，男人的浪漫。对，那个特别难吃，我腻了，我跟你说。男人的浪漫不好吃。我中。大吃大喝，鸡蛋饭吃到滑蛋之后，看，我在之后的四年再吃。记得我来客栈点滑蛋。我也是。我当时还觉得挺好吃。我也是。那个金饭碗，那个小黑碗，我有去去年那个广东社会黑暗料理。然后那一锅口味挺冒险，这已经没有最近才的一个哦，真的什么炒河粉，然后他干炒牛粉没了之后，他的牛粉都是湿炒的，然后就是上来的就是一坨酱料牛粉，可以哦。金饭碗的那个老干妈牛肉粉，然后我吃到那个肠胃炎，番茄牛肉粉，让我觉得肠胃炎。香料开始让我头疼，必须是 LG 7的罗宋汤啊，喝完了以后躺在屋里面一晚上没动。表演十点，十点，十点，十二点，十二点，什么十二点？十二点吧，十二点半，十二点，五点，五点，一点吧，有一点吧，一点半，一点到两点时间，两点。两点，扯淡，两点开始看 B 站，三点，平均3-4点，4点吧。来告诉大家，4点钟在干嘛呢？打王者荣耀。曾经有一学期4点。我老师，不眠战士，我老师，因为我也不用睡觉。大一、大二做上妆，我觉得应该1-2点吧。我3点，我大一，你怎么会3点？不用我再说了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，你这一回答就总会搞出点事情来，这么多人都在场，所以追我的朋友是谢谢大家看这里啊，我是要追雪峰，这还有一个，我这还有一个没选，陈亮那个不用了，陈亮不用变成异性，打扰了，我下不去，这段比较，我要追王瑞佳，因为漂亮。谢谢。我要追王瑞佳，因为会生活。谢谢。会找好吃的，会找住的地方。我要追王瑞佳，因为他要买5400块的机票。别，我没有，万一我妈看见了怎么办？我们要给逍遥一个机会吧。这段掐掉，我说这个不是那个啥，先追一追，会追男的。所以就是每天打，就是想问。追神器，又高又帅，要变异性吗？同性也可以追的，这个问题一定要。这个好好看，对啊，太高好了。我可以追自己吗？哈哈哈！李瑶。有钱，真有钱，家里那100层大宫殿，高二楼下有个健身女生。
坐潜艇，你们都不上学的交通工具，从厦门坐潜艇直接坐到花儿。陈悦，陈悦，嗯，好。前面就是没有什么回答，什么回答？对，你想追谁？大概是南哥。是不是不需要礼物，是不是下雨？别吧，天哪，我差点剪吧。你上次一段剪掉也会被录进去。我洗个头，我觉得哈利不错，人又好看，讲话又好听，超喜欢跟哈利待在一起。我觉得何洋洋这个也不错。哎呀，在一起。要假装笑啊！我可以拍下手，让大家可以一起笑。胡老师还问吗？优秀，太有问题了。那太有问题了，我得问一下吴老师。现在疫情呢？真自己，没毛病。你死了，下一个。会在某一个神奇的时间，然后还是被二层那个毕业的那个小都经常被人赶出来，就被人家推荐了。四个体育节加电影大赛，我觉得钢琴有点哦。
床就是没有睡到疯狂吧，就当时就是都没怎么对，就手术后真的做出来了，就觉得还挺神奇。所以就最后那个晚上大半夜的时候，真的是特别特别激动。有人带我那一块拍摄什么的也，然后还记得玩画。场景。买演唱会门票，买演唱会门票，买演唱会门票，就是去那个更早那个东莞的时候，那边就是露天睡一晚上，在街上睡了一晚，对，去了已经睡两年了，今年第三年，还有今年第三年了，睡了，啊，睡吧，真的睡了，差点死了。他们是那种比较就是船游的时候，就是往江上，并没有很远的距离，那地方然后有些船一夜之间就沉了，翻了。好像暴雨，对，像暴雨，是点不够。我想去，我单次去，不是我们今天晚上。你们干嘛？我们是一群理智的人，我们可以照顾，我们是一群平平淡淡的人。小飞说的是，他每次去喝酒都很痛苦，所以就没有最没有最不可还有最不通宵喝酒，通宵吃鸡，通宵通宵吃鸡不是常态。那个上次那个瞎闹嘛，怎么？不不，那是另一场。学鸭子。另一场。大学四年做的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？悬崖勒马。你在骑马？不一定转在打马打马，能给我打个马吗？马赛克在这里，马赛克在这里。别上桌！不要上桌！不要上桌！不要坐杯。别飞起来！你不要学啥？不要选 RMBI。别选化学，敢选化学打死你！不要选 math， 不要上 math 1023，然后不要 math 2023，要上 econs 2174。假的 ，CV 不要死的。一二三，不要上 math。哦，交换的时候该上那课，多读书多学习，少吃点，多吃蔬菜，多睡觉，保护好你的饭就行了。记得买巴西奇摩，记得买比特币，记得买腾讯，买斯特城也是可以的。应该感谢吴老师。是吴老师天天带着我学习，就每次我在外面学的时候，吴老师都要陪我学，或者在我旁边学。其实我也应该学习。陈亮是什么运动蓝光鹰那个男朋友的牵线人，黄小一。哇，我觉得超感，超感激，超感激，最感激的，我爱死他。我觉得我最感激
要谢的话，谢谢爸妈吧，供我四年读书。谢谢我爸妈给我这么一个帅气的。我就知道，他要说他不会谢谢自己这么帅吧？然后让我在大学过得如此滋润的。我们可以一起感谢爸爸妈妈吗？对，预备，一二三，感谢爸爸妈妈。对啊，这宿命题是什么？是最后收尾的题。浪浪够浪叹息吧，叹息，失败，失败，失败，咸鱼，咸鱼社会，日本人说啥都干过，都干过，也说了。是的，自我改变吧。自己对生，自己对这个生活认识。希望十年之后我还在这儿。你是想回来当 professor 吗？哦，我觉得可以。哇，十年之后自己至少已经出过一本书吧，并不是什么专业的发 paper 那种，不算是那种你的 literature 这种相关。漫画也可以，如果我学的会的话。最小书。我是管好你的嘴。消失。这样可以十年之后呢？哦，我想明天就有狗。我开酒吧。宋承茂。搬了十年砖，应该有点收手。我有一个就是插板的意思，希望把我意思的剩下的都出来。看到北极光，重新把它下来。说自己。这个很难讲，这个时代。在干嘛？在工作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沈阳。在哪里工作？沈阳自动化什么什么中心。真的真的，哦是吗？然后我们学校商学院也改名叫做 AMX School， 就要换个 logo， 就打个 logo， 是吧？我做那个，我有，我把它做回，对对 ，OK。别别，自己怕吗？好好，自己不要再对对对。但愿我能有勇气，说自己创业。你直接创，直接创植发公司，给你利润植发，就是你忘的源源不断。不要这么丧好吗？求不丧啊！你们名叫夏布夏布和凑凑的小孩出生了，然后我们带着夏布夏布和凑凑一起去吃了一顿凑凑。你们吃的什么？带孩子，带孩子，不用带了，孩子都打酱油了，差不多。然后我肯定不在 industry 了。你要去干嘛？相夫教子，哇，应该都是 director， 没有吧？是因为我们从18，我可能已经去开那个日本和牛餐厅了，请大家来帮衬我，好吧？好好好好好，可以可以。他去不应该是待了去，十年后就找到自己想做的，就和自己想待的人做自己想做的。我希望智国 PhD 毕业，他一定会毕业的。我希望读书的都还有头发。
希望长得和现在一样。十年之后要重回这个，对，哇，那更五五叉叉房间，就是混得好的人，咱们就冠名一个五五叉叉房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一切都好。